Hong-Kong-based Jenny Pat turns over multi-million pound fine art deals across Asia. I only deal in items which are top end for top profit. Miami mogul Scott Diamond owns jewelry stores and runs America's most prestigious antiques fairs. These are the dealers. 6,600. I don't think that was very nice what you did. Which part of paying you more money wasn't nice? I'll offer you 30,000. 香港最精明的艺术经销商。You have a deal. Wonderful news. 我们来看到里面有五位国际知名的这些艺术的鉴赏家。那么这个蕾蕾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也啊，那亚洲女性的代表，对吧？那我们大家也掌声来欢迎我们张信哲。大家好，大家好。好，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我不知道。因为你收藏了很多的好东西啊，常常在报章杂志里面提到说，哎呀，张信哲又买了什么，然后这个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于我会一个歌手的身份去买这些东西就觉得很好奇。那但是呢，其实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些，不管是艺术品也好，或是一些老的东西也好，所以呢，我就是平常有空的话，就会去到处去找这些。蕾蕾今天特别带来让我们这个欣赏的，就我们其实在第一季的这个《宝物鉴大大师》里面就会看到的，它其实上面都有编号的，对不对？而且还有那个刊登的日期。听说这个有这个其实这个日期是只是说是 October， 但是这个呢上面写61，其实是61期。它 X 战士它是唯一一个从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开始第一集，一直到现在2011年的那个最后一集，是从头到尾是连贯的。我带了两件东西来，一件小东西，一件大东西，是吗？不得了，来先介绍一下这小件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香囊，我们说一般说的香包这样，香包它比较金子打造的，对，它比较特别的，它是用蕾丝的工艺去打造。蕾丝的工艺就是把金断成很细的丝，然后呢慢慢的缠绕，慢慢的缠，把这个形做出来。所以呢，这样子的工艺，其实现在其实已经很少很少能扣上，盘扣上面的。那可以问那个当初购入的价格在哪？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我买的第一件这一类的，第一件都会记得。对对 对, 对，我花了15万台币。动力啊，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他们也是某一个时代的这个艺术的一个代表的东西嘛。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呢，我可以从上面看到很多不同的工艺，还有不同的时代的背景。那我觉得每次在研究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你人会进到那个里面，然后呢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上面除了可以研究到一些学问之外，也交到很多好朋友。其实我都乱收，说实在的，其实我觉得我尽量不给自己太多的一个限制，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类型的东西都有有趣的地方。那比如我刚刚看到那个节目，像蕾蕾他就把那个蛇颈龙当作一个画来看，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收藏的方向也有蛮多的启发，就是说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东西，这样子。那你自己收藏会偏向哪一些类型？我自己收藏字画比较多，但除了字画以外，我喜欢收藏一些老的书，一些，但是老书比较倾向于西方的，英国出版的，或者说是一些我喜欢的小说的第一版这样子。最近的舞台剧跟我的收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它是，但是呢，它跟我的生活有挺大的关系，因为这次的剧叫《露露听我说》，那它是大概的故事是我捡了一条流浪狗回家，那在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个巨大的风波这样子。那我自己平常我自己本身很爱流浪动物，那我最高的记录的时候，我家里有14条猫狗，比我多一条，多一条，也是收很多流浪动物，家里试过有13条。然
然后我就慢慢的，但是我就是慢慢的帮他们医好身体的病，然后呢就帮他们找主人。那现在呢，我家里还有四只猫，就是舍不得送走的，对，这样子。想问一下，说怎么样才能进行这个保物建价？怎么建价？好像是要做市场调查，要看看同样的东西在别的地方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在以前卖多少钱，看看它那个增长的指标，其实跟买其他东西都一样的道理，就是要有对比，然后呢要看看它到底有没有人肯出这个价钱来买。在拍卖会上，如果是标价太高的，没有人买，那个价钱也没有意义。